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教大家怎么剪防摔垫。那首先呢，网络上我们有给大家一个 PDF 档，那你们用这个 PDF 档 download 之后呢，你会印出一个像这样的纸，那请记得印两份。好，印两份之后呢，这上面有一个标志 A 的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照这个标志 A 的地方在垫子上标记。那像这个一样，帮我拍一下垫子。就是我们把这个 A 的部分放在这个上面，然后让它对准。好，所以对准这个对准这个标记之后呢，用笔把它画上去。好，然后接着就把它照着这个垫子裁切下来。好，那垫子的选择怎么选呢？垫子的选择建议找这种压下去有软的效果的，好，因为我们在雪地摔的时候，其实软垫能够保护你，好，所以厚度大概在1公分到1.5公分之间，看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你觉得你比较耐摔，然后你不想弄那么厚的话，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薄一点的。好，那记得这个材质是这种压下去会回弹的这种材质，好，那它才可以保护你的屁股。然后这个材质呢，因为它本身不透气，好，所以你剪裁完之后呢，可以在上面挖一些小洞，好，帮助它透气。那接下来你就把它剪裁下来就可以了。